还不止一个连队。梅山镇的路我们已经走过了，期间无险可守。如果我们一退出去的话，敌人肯定追在我们后面猛打，那时候我们跟主力将会受到敌人的双面夹击。作为军人，要学会审时度势，不可逞匹夫之勇，不可做无谓的牺牲。我没上过军校，但我知道新四军顾全大局，不会只顾自己。我们就这点人守不了多久，顶多守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怎么办？两个小时，左参谋长，你太小看我了吧。我说的你是听不进去了。我听进去了，但是绝对不会下达撤退的命令。那我在这儿没什么用了。哎，我拜托你，你指挥常连长把敌人未站住脚跟的炮兵阵地给干掉，我保证好好的教训小鬼子一顿。小林師団長の電報によると、清水の駐屯する軍は新四軍の主力部隊だと分かった。我々はこれを叩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佐々木大隊および砲撃隊は北門を進行、三木大隊および第二中隊は南軍を進行、一個中隊は北門を支援だ。大佐殿、東門は攻められですか？奴は逃げ道をくれてやる。奴は東門を出て新四軍と合流したところで、我々は騎馬隊で一気にこれを叩く。戦闘準備だ。あもう、啊！连长，张连长，打得好啊！这么一来，鬼子一时半时还攻不上来了。哈哈哈哈大哥呀，兄弟们，来个起身，预备，走！鬼子大哥来了！起来！啊！你说，这场仗打完以后，你爱走就走，反正我是不给你发路费的。长官啊，我家在陕西，从这里走回去，我连买个馒头的钱都不给。我怎么回家啊？那就别走了吧。啊，你不给我路费，我摔个炮弹在你面前，咱俩全完蛋。哟，你还有这么个富贵想法呢？我咋富贵啊？兄弟们，一会儿等着鬼子攻到城边以后，咱把剩余的炮弹从城上扔下去，准保把他们炸开花。这个是常连长的新发明，知道了吧？呜呼呼，我看你这阿杆子就没法说。别叫太后给他们学习先让他冲上去了。老邢，咱们准备进军梅山镇，命令部队15分钟内打扫战场，之后向状元村跑步前进。这独立团车道宽，我部已彻底击退刘一江所部，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洞开，命令你部迅速向状元村撤退。曹猛。秦老师，秦老师，你怎么来了？我都来两天了，不让过去。31团是投奔新四军了吗？你怎么知道？金医生让我来告诉你，国民党在秀水的31团安插了10个卧底。
国民党在三十一团埋了卧底，得赶紧通知车道宽他们。老邢，这里不安全，我们还是赶快撤离这里。车队正后，你带着班飞走，我留一部电台和车道宽联系。好，就这样。走。鬼子的主力来就好了，我们就剩下两箱炮弹了。你给我爽着打！这就我们了。南門はすでに突破し、戦況は市街戦に突入しております。よくやった。新四軍の抵抗は続いているのか。抵抗はありますが、勢力は弱まっております。北門の佐々木大隊を南門に突撃をかけさせろ。はい。车长官，炮营的常连长牺牲了，我再没有机会给他发路费了。这交给你了，我去南门。放花了，鬼子的炮火转过来了，城上守不住，只能把鬼子拖进来巷战。让走动吗？
本土大佐から来電です。すでに清水の難問を突破したそうです。本当か。は。しかしながら第七師団とは依然連絡が取れない状態です。本土大佐へ電報だ。は。部隊を梅山鎮方面へ展開。新予軍との接触は保て。は。師団長殿。壊滅したかもしれん。第七師団は強大な攻撃にさらされたんだろう。かように新予軍は梅山鎮方面では強大な勢力を持つ。しかし我々は同時に二方向へ打って出られるほどの兵力は持ち合わせておらん。清水県城には砲兵がおり通信所があるの。砲将部はよく言動不一致の作戦を使う。確証がなければ動くにあたわずだ。空軍へ命令だ。梅山鎮方面の新予軍を爆撃せよ。はっ。梅山が陥落したという現状を踏まえて部隊を速やかに梅山へ陣陣せよ。および常時静止の敵の状況を報告せよ。馬鹿げて、たった今清水を攻撃したばかりだぞ。総中で地図を見ながら指揮をするとは自炊もってバカげない。命令だ。騎馬隊に無線を持たせ梅山に前進させるんだ。南門への攻撃を掴むな。はい。你说吧，团长命令我们立刻向壮阳村撤退。已经来不及了，撤不出去了。不行，鬼子肯定会调集重兵往这里猛攻，我调预备队上来跟他们大干一场，如何？跟你在一起打仗真痛快，早知道这样我就不领那五块大洋了。在这里能够见到你真的很高兴，像个新媳妇儿。别臭美了你，快去吧。好，你在这盯一会儿啊。好，撤，快。只有一个盘子，走路了。政委，我们保证你安全。事件部门人，有些情况必须立即通知独立团。政委，你带人到前面去监视敌人，如果敌人过来了，就是劈光了也要不顶上半个小时。今天电报事关根据地的安危，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是，跟我来。发报机还没有隐蔽，我知道。现在重要的是时间，打过一点，时间紧迫，必须马上放出去。是。国民党顽固派在原三十一团安插了十名卧底，具体身份不详，请你在决策中务必注意。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你可疑的人，我需要证据，立刻回电。邢政委，关于卧底之事我已收到，我会密切注意。车道宽。小林社部に電報して、私のある梅山郡教訓国の戦道を合わせてにわて、新宿を合わせてに第七師の防衛線を飛ばしました。はい。師団長。
本当に電報だ。一個騎兵中隊、二個砲兵中隊を梅山地へ向け急速前進命令。は、空軍に命令だ。梅山地付近の怪しき者、すべてに爆撃をかけろ。は。应答，你记下。关于卧底之事，已经有可疑对象。经查明后，我会向你汇报。联系不上怎么办？你就一遍一遍的发，争取让行政委他们收到啊。部队交给你了，我到郭树门那儿去，把他的连队带回来。你想怎么打？看见没有，鬼子那边毫无遮拦，我从侧面敲他一下子，待会儿带领部队给我冲上去，鬼子一定打退了啊！好，打完仗请去喝酒啊！注意隐蔽，左参谋。他们在重点突击南门，后路不能被切断呢，要去想办法。北门一定要守住，争取时间。放心，就算打剩下我自己，我也会守住北门的。张彪死了，你不能再出手。真想交这个朋友。到了下面，我请你喝酒。顾世文，这里交给你了。你给我一个排，我要去北门。一排到，跟队长走。是。注意保护司机同志。啊，走。大佐殿，新進軍は南門で反撃を開始、攻撃は熾烈。
方言は出発陣地へ撤退しました。これは奴ら最後の舞台だ。北門へ向かって突撃開始だ。はい。开门！开门！给我准备五条裹尸的白布，城破在即，请求援救。三号，放心。命令124师马上开始行动，命令炮兵轰炸日军前沿，为部队打开道路。老师，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師団長殿。岡村大尉からの報告では、新四軍の通信設備は依然静止圏にあるとのことです。そしてそこから第三通信がごく頻繁に打電しているとのことです。ということはつまり、主力部隊はバイザンチンを突き抜け、指揮系統は静止圏上か。バイザンチンの突破後に指揮系統が続いたと見ていいか。理にかなっております。宝将軍捕まえたぞ。院长，院长，不是跟你说不能出事的吗？谁让你死在这儿的？左玉坤在悲伤中产生了疑问，这到底是怎么了？这些战死的部下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特工，他们怎么会忘掉自己的使命？怎么会听凭新四军的煽动就去拼命呢？这一切都是因为车道宽，他恨透了车道宽。怎么样，联系上了吗？还没有。鬼子马上就要发起总攻了，我们现在是撤不出去了。戴尔令，你听着，不管外面打翻了天，你什么都不要管，一定要跟上级取得联络。如果行政委联系不上的话，你就给方司令员发报，一定要上级知道卧底的事情。车道宽，你能帮我一下吗？就一下。
大的危险。值，我现在觉得很幸福。这什么意思？电文就是这样。司令，司令回来了。上班大吗？不大。好，让他们先休息，晚上还有行动。是。司令，到哪儿去了？命令白小玲与曹团长联系，要求救应，把曹团长电台给我找出来。是，太快了！报告，后边跟上！团长，前面没有鬼子，鬼子正在全力进攻进水县城，继续监视。是，物资保证隐蔽，加速前进，把电台打开。是。난 너무 또 학기량 났어. 아니? 손나 바가나. 손나 바가나 것도가 알까? 시단조. 지오군과 교력군의 행군을 해대, 이마무사니 我々の 보호선을 突破しようとしております. 부대의 명령이다. 난としてでも 最終防衛線以内に中央軍をとどめよう。あ、いいか、命令を伝える。何を言ってるんだ。おいおい、聞いているのか。おい、どうやら最終防衛線を突破されたようです。中央軍にはこれまで見られなかった動きだ。これは潜水艦上に見捨てられない重要な人物がいる証拠で、きっと大勝負だ。本田の部隊へ命令だ。潜水艦上に新予軍が到着する前に全力でもって潜水艦上を落とすんだ。はっ。
乡亲们，冲过去，冲！啊！兄弟往天上放一下，团长快走吧，还不快走，团长快走，you
你们饶了我们吧，求你们饶了我们吧。鬼子一会儿还会攻上来，你们先撤，我跟左三俩断后。你们还等什么呢？快撤！全军覆没，你高兴了吧？哎，你有手榴弹没？你守这个破旧的县城有什么用？接白小玲，快！我就不明白了，那些傻瓜怎么就听信你的？你在侮辱他们，怎么已经崩了你？我跟你这个疯子没道理可讲。就算咱们跑不出去了，也得让小鬼子尝尽苦头。